哇，今天真的非常开心，今天特别要感谢我们新竹县政府，我们的邱县长，还有各位长官、来宾朋友，还有所有新竹的朋友、外来地区的朋友们，各位晚安。Yeah! 是，谢谢。而且我每次看到芳玲姐，其实都蛮感动的。怎么说？因为她能够把这个凤飞飞模仿的惟妙惟肖，是，等于说把这个让大家再次目睹这个巨星的这个风采啊，也没有了。对啊，我觉得菲菲姐就是一个真的独特的巨星。那我觉得只是希望能够尽量传习她的，就是对学习她的精神。所以，而且芳玲姐她不只是模仿唱歌，她连讲话，然后走路，她连走路的感觉都很像，很厉害，惟妙惟肖。那我有个问题，就是说芳玲姐，你平常走在路上的时候，你也是穿这样吗？你平常在私底下生活的时候，你也是都还是像菲菲姐一样？有时候会在家里的时候，在路上不太敢，因为如果在路上这样子的话，可能会被警察抓走。对对对，人家可能会不太适合。汉典，您知道吗？我们新竹县的朋友最幸福了。真的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一位五星级的邱县长，大家说对不对呀？哦。五星级的，其实是满意度是很高的，对，真的对，很幸福，幸福的城市，对，就我觉得今天带来那么多幸福的歌，还有我们今天有很多幸福的艺人，对，能够跟我们所有幸福的朋友相聚在一起，把这个2013年这个这么有意义的一年，在迎接明年更美好、更美好的一年，非常幸福。对对对，那今天呢，就带来一连串好听的歌曲给大家。尤其呢，大家这个自从认识了他们之后，生活更加有乐趣。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有真情、有活力，就在歌词里面，就在歌词里面。我们来听听看呢，好不好？一起来欣赏。